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星期五了，要去到泰国的工作，所以刚刚六点呢就在苏邦 Airport 那边的飞机了，那现在呢就要起飞啦， Take off。错的，现在就来到了这个泰国 custom。我现在就去这个泰国的 custom 呢 ，job passport。然后今天很少人，所以就不用怕了，所以就时间过得很快。没有错的，现在我已经到达了这个现场，然后现在就是要等那个活动现场的负责人来，然后我们就开始 set up。吃完了，然后烤到那个锅也隆隆了，哇，太棒了！